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干娘这样，程世飞觉得心里好像有一个亲人要离开一样，好难过啊。不要担心啊，干婆婆人那么好，一定会吉人天相的。希望是这样吧。那我们回去休息吧，明天早上再来看干婆婆。嗯。菲儿，菲儿，你们来了。干娘，菲儿和云罗来看你来了。嗯，真乖。哎，干娘，你是菲儿的干娘，我当然要关心你了。我的样子是不是很丑啊？不，你仍然很漂亮的，你比云罗还要漂亮十倍呢。哎，对对对对对对，干婆婆一点都没变，比云罗还漂亮。郡主什么时候学得跟菲儿一样，会逗人开心了？没有，我没有撒谎，我说的是实话。神猴和海棠已经出去找那个天相豆蔻了，听说好像已经找到了。哦，干娘，你一定会吉人天相，度过这个难关的。别再骗我了，第三颗天相豆蔻早已不知所踪。如果神猴真的能找到，又怎么会等到今日今时？嗯，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人总有一死。我醒了之后，上天可以让我认识你们两个，整天逗我那么开心，就算是死也不要紧的。干娘，你别胡说了，你不会死的。嗯，是啊，干婆婆，你不要胡思乱想了，好好休息好不好？是啊，我们不打扰你休息了。别走，我很想笑，你们留下来说些笑话给我听好不好？好啊，干娘，你想听笑话啊？就算我说上三五年，我都愿意说给你听啊。菲儿，你有那么多的笑话？有啊，当然有了，不知有多少呢。随便说一说，就有十个八个呢。来，我先说第一个啊。嗯，从前啊，有一个农夫，他是一个种菜的，而且呢，他是一个聋子。有一天呢，他菲儿，对不起，娘亲本想告诉你，你便是素心的亲儿子，可是素心不忍心看着菲儿刚知道谁是亲娘，便又要看着亲娘离开人世。菲儿，娘亲也舍不得离开菲儿啊。为什么找不到？为什么一直找不到？能不能找到啊？义父，为什么找不到？你稍安勿躁，多给大家一点时间啊。我给你们时间，那老天给不给素心时间呢？禀告神侯，有圣旨到。万岁万岁万万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令铁胆神侯入宫，详情报告护龙山庄与东厂大太监曹正淳自尽之事，不得延误，钦此。谢主隆恩。神侯有劳，告辞。你们快找啊！义父，你要马上进宫了。去是一定要去的，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找我进宫啊？这里怎么办？你放心吧，义父，这就交给我和大哥，我们会不眠不休的去找的。那就辛苦你们了。大哥，我有点担心。为什么？因为我见过皇上的真面目，他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昏庸无能，相反，他有极高的眼界和智慧。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竭力平衡东厂与护龙山庄之间的力量，但现在形势已经峰回路转，东厂败在我们手中，我恐怕皇上不会让我们一庄独大。可现在义父已经打败了曹正淳，他还会像以前那样逆来顺受吗？就是这样，我心里更加担心。以前三方制衡，可以借力打力，化解冲突，但现在只剩下两股，我恐怕会产生更大的摩擦。海棠，这次回来你变了，以前我以为自己非常了解你，可现在我根本看不透你。你考虑问题比以前想得远了，做的决定
也出乎我的意料。你是说，我答应嫁给万三千的事？做天下第一妇人的妻子不好吗？而且他还认为我是他命中注定的福星。既然注定不能跟最喜欢的人在一起，还不如跟一个最爱自己的人在一起，至少可以被他一生爱护，一生疼惜。 别说这些了，找天香豆蔻吧。也好。原来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曹正淳早有谋反之心，他的两个手下骆世夫妇已经招供，而且我派去的卧底铁爪飞鹰也已经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已经交给了傅大学士在研究。曹正淳身为内侍。 竟然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我想这一次一定要抄他的家。皇叔既然知道他这么多的事儿，为什么不提前禀报朕？皇上，本王一向忠君爱国，但是皇上利用其他组织和势力牵制护龙山庄，所以在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之前，本王当然不会轻举妄动。就算再笨的人，也懂得自保。大胆！你分明在说朕。 皇叔应该知道，顶撞朕是何等罪过。皇上，请恕本王顶撞。好，那归海一刀杀死国舅一事，查明真相。本王还没有找到归海一刀。那你都在干些什么？疗伤。曹正淳要杀我，虽然武功在我之下。 被我自卫杀了他，但这场恶斗也令本王受了重伤，所以要疗养。可朕实在看不出皇叔是受了伤的样子。哼，一个内力深厚的人，就算受了重伤，也能够行动自如。不过，他就会经脉错乱，内息不均，只有长时间的运动疗伤。皇上非学武之人。 不了解也是情有可原。至于归海一刀，说他杀了很多人，只不过是曹正淳的片面之词，没有真凭实据，也没有人亲眼见到。他来到护龙山庄，虽然伤了一些人，但是没有杀人，所以本王觉得应该另有内情。你的意思是，那些人不是归海一刀杀的？至少国舅不是他杀的。证据呢？ 本王一定会带足够的证据和一刀回来复命。好，那皇叔还是早点回去养伤吧。多谢皇上关心。 义父，怎么样？我和大哥连夜研究了上千宗卷，终于发现了蛛丝马迹。真的，快点告诉我，宗卷上记载，当年塞外小国天香国送来的三颗能够起死回生的天香豆蔻，先皇把一颗赠给了义父，另一颗赠给了太后。据天涯和海棠推断，赠太后的那一颗，就是曹正淳日后赠给义父的那一颗。至于曹正淳是如何得来的，还不得而知。我想曹正淳一定是从太后那里偷来的。天香豆蔻。 是先皇御赐的珍品，太后失去它，又怕先皇责备，所以一直没将这件事说出来。可是，第三颗天香豆蔻呢？关于第三颗天香豆蔻，卷宗里面没有提过只字片言。可你们说查到了蛛丝马迹，天涯跟海棠分析，当年先皇把天香豆蔻赠给身边最亲密的人，一人是义父，另一人是太后。那么有幸得到先皇赏赐的第三个人会是谁呢？当然是当年皇兄最宠爱的淑妃。 淑妃早已经病逝，就算第三颗天香豆蔻在她身上，也无法得知了。不过，如果从其他方面推敲的话，也有可能找到她的下落。不错，宗卷上还有记载，当年淑妃病危时，先皇曾经很紧张地到处寻找一颗夜明珠的下落。于是我们就想，淑妃病危，为什么先皇不陪在她的身边，反而去找一颗夜明珠的下落？其中必有内情。你们的意思是说，当年皇兄。
他把第三颗天香豆蔻藏在夜明珠里面，所以一到淑妃病危的时候，他就急于找这个夜明珠来救淑妃。你们的推断也不是没有道理，淑妃为人善良，皇兄把一颗藏有天香豆蔻的夜明珠送给她，这件事一直没告诉别人，就是不想其他的妃子嫉妒。虽然先皇是用心良苦，但是我想他猜不到。 就是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反而害了淑妃。当年淑妃病入膏肓，已经不能言语，所以她无法说出那颗夜明珠的下落。那么第三颗天香豆蔻究竟去了哪儿呢？淑妃在宫中没有什么闺中密友，却对云罗郡主爱护有加。所以你想，淑妃会不会把夜明珠送给郡主了呢？你们怀疑那颗夜明珠在云罗身上？淑妃有没有给我送过礼物？ 淑妃有没有给我送过礼物？这件事关系到素心姐姐的生死，云罗，你一定要想清楚。哎呀，淑妃死的时候我还那么小，历年收的礼物这么多，我怎么记得？怎么样，想起来没有？不如让她冷静的想一下，这样催促她，她反而想不出来的。云罗，时间不多，素心姐不能再等了。哎。 我想起来了，淑妃当年好像送了一颗明珠给我，就是那颗人鱼小明珠啊。人鱼小明珠，肯定是。那么义父，现在这颗人鱼小明珠如何处理？交还给璎珞郡主。这颗珠是太后所赐的，不可以随意带出宫或者任意变卖。那颗人鱼小明珠，不是太后送给郡主的吗？ 那个时候，淑妃说不能说是她送的，所以啊，我就只好说母后送的。那么那颗人鱼小明珠呢？啊，我把它镶在头饰上面，怕它到处乱滚。快把那颗人鱼小明珠给我！怎么样，找到没有？小奴有没有找到啊？没有啊。不会弄丢吧？ 再好好想想。我想到了，找到了。可是找到了也没用啊。怎么？因为可能是镶的不牢固吧，那颗人鱼小明珠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跑去了哪里？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不知道去了哪里啊？我哪知道里面会有一颗天香豆蔻吗？好了，别着急，慢慢想一想，究竟是镶好了拿回来之后就不见了，还是拿回来之前就已经不见了呢？我看应该是拿回来之后才不见的，因为我记得小三子告诉我，那明珠得镶脱，不是太稳固，叫我小心放好呢。而且拿回来之后，我就再也没戴过它。那这么说，这颗明珠应该还在房间里面。那我们再找找吧。 像装了铅块一样走不动了吗？那你就不要找了，我自己找好了。郡主，你肚子饿不饿啊？你不说我还不觉得，你一说我觉得饿了。皇叔，你呢？我不饿，我哪有心情吃东西？那小奴马上就要御厨弄点东西拿过来给你吃，好不好？哎，去！不行，不行，不能叫御厨带东西进来，你们要吃到外面去吃。 从现在开始，不准任何人走进来半步，直到找到人鱼小明珠为止。谁这么大胆呢？连本郡马都不给我追！哦，神侯大人，对不起，对不起啊！海棠，对不起啊！哇，怎么将这些珍珠磨得这么碎呀？想吃珍珠末也不用磨得这么多吧？好贵的呀！我们在找人鱼小明珠啊！是啊，原来第三颗天香豆蔻在人鱼小明珠里面。哦，原来是这样的啊！ 这个地方这么大，如果要找人鱼小明珠，的确是要花时间的。我这个郡主老婆呢，她的珠宝玉器没有一千也有几百，用完了之后呢，又可以随便丢，不收拾的话，的确是很难找的。不过呢，本郡马爷聪明过人，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在一个晚上就把它找出来。程师妹。
你不要吹牛皮。是啊，这颗天香豆蔻是用来救素心姐姐的。知道。郡主老婆，你有没有胆量跟我赌一赌？如果我在一晚之内找到了人鱼小明珠，我要你为我做7天的足底按摩，做足7日。好啊，好啊，好啊！如果你想到办法的话，我不只帮你按摩7天，我帮你按摩7个月。一言为定。嗯，我想问一问，那颗人鱼小明珠是不是在夜里发光的呀？嗯，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你说的不错。这就是说，把这个寝室所有的窗户都用黑布封住，在寝室里会发光的，就是人鱼小明珠。郡主老婆，你看身后都在夸奖我，你怎么不夸奖我呢？不如这样吧，云罗，你肚子饿了，先吃东西。小奴，你叫几个太监来封窗子。哎，去吃东西了。嗯嗯。哎，那边那边那边。那边啊。郡主老婆，你是输定了。你要帮我做足底按摩了啊。哇，郡主老婆，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发光的明珠啊？我也不知道啊。快找那颗人鱼小明珠啊！是。程志飞。啊。你不是跟我赌一个晚上就可以找到人鱼小明珠吗？郡主老婆。我怎么会知道你这么多颗明珠里面到底有没有一颗是那个人鱼小明珠呢？难道是天意？是天意，要素心没得救。啊，郡主老婆，我想去看一看干娘，看看她的病情现在怎么样了。喂喂喂，你输了就想溜啊？好了，让她去吧。郑志飞，如果素心有什么变化，立即通知本王。是，申侯。你再想想，除了寝室之外，人鱼小明珠还会放在哪儿？你想不到。小奴姐姐，谁啊？是小文吗？小奴姐姐，你看这只猫是不是郡主养的？它好像病了，前几天便躲在朱妃的床底下，一动也不动。小婢喂它鲜鱼和奶，它什么都不吃。你这只小猫太顽皮了吧，到处乱跑，怎么教也教不好。谢谢你啊，小文。你们看，为什么用布盖住这只猫会发光呢？郡主啊，这只猫会不会把人鱼小明珠给吞进去了？原来是你吞进去的，怪不得找来找去都找不到。素心，素心，素心，我已经找到第3颗天香豆蔻了。真的找到了，大夫，你帮我看看是不是真的。中午前七分二厘，这气味跟上次素心姑娘吃的是一样的呀。身后相信这颗是真的天香豆蔻。啊，快给干娘服下吧。素心，快点服下这颗天香豆蔻。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巫师，我觉得心里好热，好像一团火烧出来一样。那就好了，那就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素心，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脉象越来越弱呢？会不会这颗天香豆蔻是假的？不会假，不会是假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奇怪，素心府看病看了50年，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奇怪的现象。素心有什么奇怪的？天香豆蔻只有3颗，你有没有见过其他人吃过呀？这个我倒还没有见过啊。素心，素心，干娘怎么了？素心怎么了？大夫怎么样？什么？他又没有了脉象？没脉象，没脉象就是死人一个。素心，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干娘，你吃了第3颗天香豆蔻，你要长命百岁，你不能死，你不能死的。我要把毕生的真气都输给你。死呀、啊！不会的，他没有道理会这样啊！让我来。
你立刻开个药方来救救苏心。恕老夫无能为力呀。我不管，你立刻开药方救苏心。老夫根本不明白素心姑娘为什么全无脉象，你叫我怎么开方呢？既无法断症，我又怎么能对症下药呢？你不救活素心，我杀了你。申侯，你稍安勿躁，你开不开药方？申侯，你就是杀了老夫，老夫也无能为力呀。来人，将这个老匹夫关到监牢里，若不开药方救活素心的话，就让他死在监牢里。申侯，饶命啊，饶命啊！申侯，你不讲理呀！苏心，苏心，不行了，不行了！哎，干娘完全没有脉象，像死了一样啊！你和义父轮流给他输了十个时辰真气，素心姑娘还是没有反应吗？真是白输了。程世妃，你好可怜呐！啊，海棠，我们去帮忙。哎，不要进去了，他现在很生气，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还把那个赛神也给收监了。你们不要去打扰申侯了。大哥，你程世妃的金刚不坏神功都帮不了忙，那我们能做什么呢？难道我们只能袖手旁观吗？这也不是的。不如把你们的真气呢都输给我，也算你们出了一份力了。啊，苏心，对不起，我已经没有真气可以输给你了。你看，虽然像是死了，但还是那么妩媚。20年前，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的心便被你绑住了。我每多见你一次，和你说一次话，我就会越来越喜欢你，越觉得你是我的一部分，我们永远不会分开。发过誓，无论怎样艰难，我也要娶你为妻，我要和你白头偕老。这20年来，你躺在天池冰冻里，我没有一天能停止对你的思念。我受先皇所托，成立护龙山庄，受尽多少仙气，费了多少功夫，建了一个庞大的资料网，目的就是要找到天神豆蔻，救素心一命。还有，感谢被曹振春凌辱，我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就算用天蚕折磨我，我都可以忍受。你怎么能再让他离开我？怎么可以再让他离开我？老天爷，我愿意折寿10年、20年、30年，来换回素心一条命。好像死了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觉得吃了第三颗天香豆蔻之后，人便好像浮游在天空中一样。我听得到你们说话，但是和你们说话你们又听不到。之后在空中浮游了很久，不知怎么又睡着了。到我清醒之时，你便睡在我身边。
我醒了之后，看你睡得那么熟，本来不想惊动你，不过看你那个样子真的好可爱，我就忍不住。实在太神奇了，太神奇了，原来吃了第三颗天香豆蔻就会灵魂出窍，经历一天一夜的假死之后才会复原。你呀，真是错怪好人了，既然没人吃过第三颗天香豆蔻，又怎么能怪大夫不知道其中的奥妙，是还大动肝火将人收入天牢。是，是我不对，是我错了，我马上命人释放他，并且重重酬谢他们。其实我昨晚听到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你听到我昨晚跟你说的每一句话？素心虽然有口不能言，但是你将你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上。不是每一句话都是肺腑之言。素心只不过是平凡女子，既无西施之貌，也无昭君之贤，但数十年来你对我情深意重，我觉得我配不上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在无师心中，纵使西施在世，昭君复生，也比不上素心。你求无家宝，难得有情郎，素心真的前生修道，得到你这么多年的错爱。不要说太多话，你刚刚复原，要好好休息。申侯，申侯，干娘，素心姑娘都来了。是啊，今天呢是私人聚会，不谈公事。哎，天涯呢？朗儿得病了，她和大嫂在家里照顾呢，不能来了。啊，干娘，你今天双颊红润，一天比一天漂亮，实在太漂亮了。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顽皮，吃干娘的豆腐啊？她是见到干婆婆才这样的，她都不吃我的豆腐。我怎么不吃啊？干娘，你知道吗？前天晚上郡主老婆弄了这么大一碗麻婆豆腐，让我吃完了才去睡觉呢。郡主可为你下厨，是你的福气呀。她是见到干婆婆才这样呢，她都不夸我。你吃醋了吧？我没有。别说这么多了，请上船。我已经吩咐天下第一厨弄了不少点心，我们边吃边聊吧。好啊，来走。各位请随便啊。尝尝这个点心，非常好吃。申侯，这个点心可是有名堂的，叫莲凤和鸣，是用鹧鸪鸡鸳鸯最嫩的肉混合弄成的，是天下第一厨自创的点心。好名堂，好彩头啊。来来来来，老婆尝尝啊。苏心，你这次能够身体完全康复，本王敬你一杯。谢申侯，大家一起干杯。好，干杯。本王今天约大家来，不单单是为了赴宴，而是有一个喜讯要宣布。什么喜讯啊，义父？不要说，不要说，让我来猜猜啊。啊，申侯要娶干娘为老婆，是不是啊？程世飞，你不要胡说八道。当年先皇有谕旨，不许娶干婆婆，皇叔怎么会娶干婆婆呢？没有错，程世妃没有胡说八道，我的确要与素心成亲。皇叔，怎么，你们不为本王高兴吗？高兴，高兴的都来不及了啊！恭喜申侯与干娘白头偕老，百子千孙呐！恭喜你义父。好，申侯，反正我跟海棠的喜宴也在筹备当中。如果申侯与素心皇妃二人的喜事如果赶得及，我们大可求个双喜临门，到时这是一大盛事啊！正如云罗刚刚所说，先皇曾经不准我与素心完婚，所以这次我要再向皇上提出，皇上也绝不会轻易的应承。不如先和你那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呐。来，祝申侯与素心姑娘婚事顺利，我们干杯。多谢多谢。
自打从万三千船上回来以后，你就一直闷闷不乐。没有啊，我今天很高兴。你是不是因为当中公布我们的婚事之前没有跟你说？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最煞风景的就是那个云罗丫头。巫师，其实郡主说的话没有错。当年先皇反对我们的婚事，当今皇上又怎敢忤逆先皇的旨意让我们成婚呢？此一时彼一时，当年我只是一个小小十三王子，而且是庶出，先皇有什么决定，本王不能不从，也不敢不从。但是今天我是皇上的亲叔叔，而且掌管着护龙山庄。东厂在曹正淳死了之后也势必解体，我在朝中也是一柱擎天，皇上也要给我三分情面吧。你说皇上不会再反对我们的婚事？皇上心里也许会反对，但绝对不敢明言。我已经将奏折呈了上去，明天一早我就要皇上亲口批准我们的婚事，并且册封你为妃。素心，除非你不愿意下嫁本王。怎么会呢？我这条命都是你救回来的，我怎么会说这种话？好，既然如此，我可以告诉你，上天下地，再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这门婚事。即使是有神佛阻拦，那本王也要诛神杀佛。不是，你这个神态，我二十年前见过。二十年前？就是你奉先皇之命去追杀三通的时候。苏醒，不要胡思乱想，明天本王要上早朝，你早点休息。义父要和苏醒姑娘成亲，也算得上夙愿得偿。本来这是一桩美事，但是大哥，这半个月以来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什么感觉？是一种直觉，而且令我很不开心。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说出来会舒服点。我觉得曹正淳死以后很多事都和以前不同了。当然不同了，居间辅助没有了他在把持朝政，四海升平，是国家有福了。本来就是，可是一直以来我们都以义父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他的言行举止一直是我们的榜样，他的命令我们无不服从。可是现在我觉得义父跟以前不同了。有何不同？是他的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尤其是今天云罗很冒失地说出先皇曾阻止过义父的婚事，他的眼神突然间变得杀气重重。如果这个人不是义父的话，我会觉得他能杀了云罗。当然不会。眼为心之窗，如果没这样想，怎么会有这样的眼神呢？待嫁女儿心，海棠，你最近太敏感了。我也希望这样。浪儿睡了吗？海棠，你有点心事重重的。啊，海棠觉得义父最近有些不一样。义父这样的大人物，经历过这么多风风雨雨，现在局势不一样了，心情有所改变也是正常的。是啊，义父撑了这么多年，也许是累了。不是这种感觉。我不认为义父是因为一场常年的斗争已变得安静下来，相反，我觉得他因为扮演一个新的角色而无比兴奋。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想再牵扯进去。等找到一刀还他清白以后，我打算跟飘絮回到蛇岛过我们以前平静的日子。
海棠，如果你跟万大官人成亲后，不是也可以遨游四海，享受一下无忧无虑的日子吗？是啊。但愿如此。各位亲家，朕接到了申侯的奏折，他想迎娶素心姑娘为妻，并请求朕册封她为妃子。朕觉得此事有商榷之处，所以请各位亲家前来听听大家的意见。皇上，恕臣大胆直言，皇上未免将此事看得太严重了。婚姻嫁娶乃是微臣的私事，又何须召集两位大臣一起商议呢？皇上，臣魏学征有事启奏。讲。申侯此言差矣，皇爷既是皇族的成员，一举一动足为天下表率，怎可以说娶妻封妃乃是小事，不做商议呢？臣文华阁大学士傅铁城有事启奏。说。魏大夫所言甚是，老臣以为申侯既然提出请皇上册封其未婚妻为妃，那就不再是他个人之事，而是朝廷上下之事。就让他们说下去吧。那众卿家认为这婚事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皇上，皇叔多年独身未娶，一旦成亲必为天下人所讨论，所纳者是一位民间女子，更有甚者并非冰清玉洁，而是曾已许配过他人的已婚女子，老臣认为可虑之处甚多。傅大学士，素心姑娘之前虽与他人有婚盟之约，但未过门之前，她的未婚夫即收进天牢，她还是冰清玉洁，并非已婚妇人。申侯此言差矣，一日许配人家，虽然未过门，也是他人之妇，假若丈夫早死，那素心姑娘也应该为他终生守节。这是迂腐之见。皇上，微臣与素心姑娘乃是真心相爱。皇上，臣以为此事的关键并不在于申侯与姑娘是否真心相爱，那女子是否是皇族，是否冰清玉洁。臣以为先皇有旨，不准申侯迎娶该女子，假如皇上恩准申侯成婚，那皇上岂不是推翻了先皇的遗旨？推翻先皇遗旨，祖宗法规，姿势体大，请皇上三参见母后。你们退下。皇儿，本宫听宫女说，皇儿跟神侯在御书房大声争吵，连房外的太监宫娥都听见了，果有此事？母后不要听信下人的胡言乱语，皇儿跟皇叔并无争吵，只是傅大学士和魏大夫和他争吵而已。所谓何事？申侯要娶素心为妻，要朕封她为妃子。20年前，先皇不是已经不让皇叔这样做了吗？曹志纯死了之后，东厂衰败，如今申侯是权倾朝野，
若不答应他的要求的话，他一怒之下势必要与朕为敌。他何时变得这样厉害？深谋远虑，十年生聚，朕是低估了他。如此看来，你不能和他硬拼。不错，朕现在是左右为难，若不答应他的要求的话，他势必会借机闹事。其实封他个妃子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是一个空闲而已。若真答应了他，那群臣势必会激愤，到那个时候后果将不堪设想。皇儿，本宫明白了，此事当然最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样吧，让本宫来插一手，劝退申后。本宫是他的皇嫂，相信他会听我的。谢母后。不是，他实在太固执了。哎，干娘，你也不能怪申侯啊。干儿子之前跟云罗郡主结婚的时候，也受了很多的苦。宫中的规矩根本不把我当人看，而是把我当猴子来戏弄啊！之前还要我假扮什么交之国的王子，才让我和云罗成亲的。原来发生了这么多事，怎么你从没跟我说到过？哎，这么惨痛的经历有什么好提的？总之痛苦过，拿到霜天碰到庄家至尊了。什么霜天，什么至尊呢？我不明白。哎，算了算了。干娘，我看你还是劝申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无谓跟皇上大人过不去啊。菲儿何时变得如此深明大义呀？干娘你错了，菲儿从来都不是深明大义的，只是有些事你明白不一定做得到罢了。干娘啊，你想和申侯成亲呢，不如离开这个鬼地方，做一对江湖浪客神仙伴侣啊。原来有人想找借口与我一起离开这里。干娘不愧是干娘啊，和儿子一样深明大义。程世飞，你来了。是啊，申侯，今天宫中的每一个人都好像是吃了黄连一样，皇上骂公公，公公骂太监，我最怕看见人不开心的样子，所以呢，我就到这里和干娘聊聊天。不是啊，菲儿怕我闷，过来跟我聊聊天。啊，太阳快下山了。人家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这个骏马呢，要在日落之前回宫陪我的郡主老婆。干娘，申侯，我先走了。你今天见皇上怎么样啊？没问题，你不必担心，皇上已经答应无论如何会准许我们成亲，封你为妃。无事，你还要骗我？早知道程世飞是来通风报信的，他怎么说？你刚才听到了，宫中每个人都不开心，而且脾气暴躁。我才不管那么多。我早料到事情不会那么顺利，不然的话，20年前我们就成夫妻了。素心，你放心，这一次我一定要娶你为妃。其实可不可以做妃子，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你的想法我明白，你是不想我与众大臣为敌，但是这一次他们越是反对我，我偏偏越要皇上册封你。